首先第一盒呢，是来自 B 站的中秋盒礼，这里有 B 站的 logo， 哔哩哔哩，盒子是黑色，加上一些暗纹，有点像
常用了。用勺子把它弄开。我家里我发现我没有餐具，就是切牛排啊之类的那种刀子，只能够用勺子来把它弄开，可能会没那么好看，反正是吃到肚子里的嘛。切开之后果然是无人，不知道这个无人味道怎么样。
上去了。